叶诗文，腾讯体育。11月9日讯，2018年国际泳联短池游泳世界杯日本东京站结束首日争夺，女子200米蛙泳，叶诗文以2分21秒53的成绩获得第六，俄罗斯选手包揽冠亚军，埃菲莫娃以2分16秒29获得冠军，她的队友斯莫诺娃以2分19秒53获得亚军。去年游泳世界杯北京站后，叶诗文选择读书，他远离赛场将近一年，直到今年世界杯北京站才选择复出。他的目标就是获得下月的杭州短池世锦赛的参赛资格。东京站，叶诗文率先出战200米蛙泳，这不是他的主项，参赛的目的主要是为混合泳做准备。预赛中，叶诗文略有保留，但还是拿到决赛席位，俄罗斯选手获得前两名。决赛开始后，叶诗文开始并不着急加速，50米过后排名第八，埃菲莫娃以31秒49独领群芳。随后50米，叶诗文按照自己的节奏游，名次相比之前没有变化，埃菲莫娃继续领游。半程过后，叶诗文逐渐提速，但整体速度并不快，他没有受到对手的影响，按照自己的节奏，150米过后，叶诗文上升至第七，埃菲莫娃领先。最后50米，叶诗文超过了一个对手，最终以2分21秒53获得第六，埃菲莫娃以2分16秒29获得冠军，斯莫露娃以2分19秒53获得亚军。日本选手青木玲系数 以2分19秒87获得第三，林楠